素问自要论原文。原文皇帝问曰：愿闻自要。岐伯对曰：病有浮沉，自有浅深，各治其理，无过其道。过之则内伤，不及则生外庸，庸则邪从之。浅深不得，反为大贼，内动五脏，后生大病。故曰：病有在毫毛凑理者，有在皮肤者，有在肌肉者，有在脉者，有在筋者，有在骨者，有在髓者。是故此毫毛凑理无伤皮，皮伤则内动肺，肺动则秋病温疟，素素人寒栗，刺皮无伤肉，肉伤则内动皮，皮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，病腹胀，凡不适时。刺肉无伤末，末伤则内动心，心动则下病心痛。刺脉无伤筋，筋伤则内动肝，肝动则春病热而筋迟。刺筋无伤骨，骨伤则内动肾，肾动则冬病胀腰痛。刺骨无伤髓，髓伤则消瘦横酸，体解亦然不去也。